今天我是来报地震。每到假日，台湾报地高跟鞋教堂唯一的出入口都大塞车。对此，议员候选人蔡伟杰重要政见，都是提出争取六一线开辟连接道路到高跟鞋教堂。另外，在六一线的新温地区，搁再开辟一个双向的交流道，以便乡亲交通便利。在今仔日中昼，蔡伟杰也伫县长候选人汪章良的陪同之下，车队扫街拜票，呼吁乡亲和少年人一个替乡亲。服务的机会。随着选举日即将来到，各候选人纷纷出动车队扫街拜票。十九号中昼，嘉义县长候选人汪章良、县议员候选人蔡伟杰，都以车队扫街拜票，意向乡亲恳请支持，同时也大话和少年人一个替乡亲服务的机会。啊，我们布地啊，即个乡亲时代，大家爱团结起来啊，支持蔡伟杰哈。啊，因为蔡伟杰会当讲，即届啊过去四年来啊表现了真优秀，是一个真好的议员。啊，即届选情啊有一点吃紧，啊所以会当讲爱拜托伊啊咱布地乡亲啊大家啊可以拉蔡伟杰一把，啊好会当顺利当选。这样好的议员，咱一定要有条。所以蔡伟杰加油！李宝地出身的行政机关蔡伟杰，这次寻求连任，也提出相当重要的政见，就是六一线沿海公路应该搁再开一条连外道路，连接高跟鞋教堂，以疏解每到假日的时步行桥都大塞车的困境。在这六十一线吼，要接来新轮吼，这个平昌普通话平昌这吼，这带这个连外道路，咱已经嘛讲淡化吼。啊，这个外环道吼，即咱六十一线即咱新闻外环道吼，即嘛是为一个政见之一啦吼，即嘛希望咱四年内底会当来甲完成。啊，包括即个咱布地吼，布地咱布地港的连外道路吼，这条是势在必行的一条路啦吼，因为这条就是咱步行桥进行过老旧啊。这不过做一条第二条连外道路吼，并且讲咱这条步行桥一旦有什么出差错，咱伫陈海里那边的居民吼，要过来到咱这边就变成一个孤岛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连布袋山港跟外面连接吼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大建设啦吼，咱嘛希望这四档内底，那我都甲争取来甲完成。另外，目前六一线布地镇有两个出口交流道，尤其伫第二出口路交流道，通往新温相当的无方便。离新温地区的民众要上六一线，那是要北上，就爱到布地第一出口；那是要南下，就爱到台南，造成民怨四起。对此，蔡伟杰指出，这是伊的政见。未来当选议员了后，一定会极力争取为地方谋福利。最新新闻，张乃成、布地镇采访报道。